空气炸锅烤淀粉肠。这块串买的不香吗？路边摊的相思。你不早说，我买这么多。路上捡的淀粉肠改花的。多少时候可能有？真的有好几肠哎。喷食用的。心智里还喷橄榄油。200度15分钟。欧克克安排。一勺烧烤料，夜油爆香，这油太棒了。蚝油、生抽、白糖，我都有。他霍霍云，我爱吃醋，再加点醋，搅拌。啥酱料？再烤2分钟。我喜欢吃焦脆的，我烤121秒。香掉牙的烤肠就做好，我先尝尝。哎，很好吃哎。啊，这个饭真嫩，出锅瞬间就变成一道美食，都炸起来。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你才开始啊，我都炸完了。饺子皮，横竖给他切2刀。横竖给他切碎了。50油温下锅炸。我这就不用炸了吧。炸至色泽金黄酥脆捞出。金黄啊，那我再炸一会儿。锅中放一碗白糖，一碗水。一碗白糖，哎，放不进去啊，那倒进去吧。熬至微微发黄。啊，快快，都黑了，这是在弄什么啊？放入葡萄干红枣，炸好的饺子皮。我喂葡萄干，我放枸杞。倒入刷过油的模具中。好了，倒好了。用铲子将它压平。我用碗压。放冷后脱模。扣脱模。非常好吃的沙琪玛，原来这是沙琪玛呀！2个鸡蛋，打2个老公下的蛋，1盒酸奶，1瓶老公买的酸奶，1勺糖。我减肥少放一点，2勺淀粉，没说是什么淀粉，我放玉米淀粉，一起搅拌均匀。模具中刷油，我减肥喷橄榄油，倒入面糊。哦，好了，摆上葡萄干，没有葡萄干，放老公的枸杞，盖保鲜膜扎孔。让我想到了容嬷嬷。上锅蒸30分钟。居然是蒸，不都是空气炸吗？好吃的酸奶蛋糕就做好了。我也做好了，好好吃啊。